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各位十方真知识，大家好早，咱再起咧，继续甲各位讲解《易经》风水面面观风水真经。咱弘扬这个妙法，诶，上大的重点，要建立一个人间的净土，建立一个祥和的社会。昨甲各位讲解咱的厝前的风水，好，咱有个人为了自己的私利，我头前甲创一个路霸，我头前咧甲用一个阿摩托钩，我挂一个烟盒啊，藏咧，我带一个不阿哩不单咧蹲伫门口，这风水拢非常的歹。啊，因为咱经过咱目睭，开始咱一个意念，我今日惊人来停。已经转了脑海来，心就袂安啦。我今日行到那个停门口，我袂当停我的车，我就自私自利。因为咱出来在停别人的位，所以这弯道的风水就歹啊。我头前创一个路牌，和大众甲咱欣，甲咱怨，咱会断福。我看了后里啊，伫这个。有条溪，有一个新开的路，规路拢熟悉嘞。来伫中间嘞，一站嘞，堵车两三遍，路位也唔通过。人对也过，人甲你甲毒来甲酒，这个人为了一项代志，恨呐、恨、怨，造成家己嘞心嘞，迄条唔通过，规条路顺，迄条唔通过，造成嘞大众的恨。大众的不满，大众的诅咒，甲你，我相信这个人不是真好的结果。虽然人伫世间呐，爱有一个宽宏大量。那么咱今日是大家店面以来，我的土地店面以外是大众2100万人的共同使用的权利。所以我伫签着迄搭为我自己使用的时啊，我都已经侵占他人财产。这他人多少？2100万人的财产，知影因果无？好、哦，我一个地主就是潘老师咧，第一年的数学老师专家咧，我们家一家家请示讲，潘老师啊，假使一个人欠人5元，500年后才还的时，还是讲多500元，专讲唔好啦，500年后的福利偌济啊，22条咧，比一个国家一年预算搁较济咧。那么我这有义务以来来。侵占到公共的出入口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欠别人啊呢？那我拼嘛不好，我一直的损耗、断耗、耗下掉去。接着风水来讲，这嘛非常不好的风水。咱经过目睭看，遐一粒圆，遐一个钝物件，所以整个我脑、甲我的心，佮表现出来，风甲水，就是咱心理上风水就不好啊。咱出门爱弯弯翘翘，爱闪爱闪，何不把心量打开呢？所以各位十方神知识，风水不是提供哇祖先的梦和风水尔，日常生活拢是风水呀。后因为人咧，头前撞到一个路霸，头前撞到只无爱红停车，甲人结一个冤仇。跟着这冤仇偌重呢，造成生命的恩怨，生命去输去，家内的平安输去，囡仔教育这产生自私自利的心态，这拢是非常无好的风水的发展啊。
所以大家啦，咱人来世间，本是天涯沦落人，拢是有缘的人啊，何必互相相保护，干那惊人骗呢？要骗别人呢？这种的心态那是有者，咱尽量甲改善。我相信呢，咱会得到非常非常快乐的人生啊！透早拉到6点半啊，尔，甲孙仔的门口，若有撞到惊人来，咱惊死亡啊，那个莫比啊，互人讲，哎，这个叫做欢喜。哦，咱若反正阿就无打停，咱就停别人门口，那么互咱停啊。反正咱停别人门口，人因靠福咧，咱就碰着因福咧。烧饭诶，哎，未歹，未歹啦。啊，毋是讲我无点名火红亭，就讲叫话。事实上，咱爱了解因果，事实爱了解整个人世间，哈、啊，三是公，三是私啊。咱公私分明诶时啊，我相信咱会过着真个幸福诶人生啊。咱真侪人门口花啦，花盆啊，当白白。等慢慢等到无方便入去，我都买摩托来停，侵占公有土地，那么咱就断福去啊，背福去啊，失福去啊，失定去啊。啊，那么咱等到足慢的时，气袂入来呢？咱土脚的气啊，拢七寸伫泥土面七寸伫行，哦，伫漂浮七寸，你要等了气袂入来。我一个信徒弟子。伊咧做生意，哈、啊！伊原来咧生意也袂歹啊，啊做食呀。有一工，像人拢来停车，停到伊人去要就安闪，嘛好意啦。像啊，人去来闪，我先甲等下卖方来，人要就较方便。那么伊就甲等咧，啊等咧咧，结果迄间生意煞歹。啊，有一工就走来问咯，老师啊，我面最近啊生意都袂歹呢，最近啊生意歹啊。哦，我著用屈指石用一斤甲算。哎、欸，你良平含好平，那良好道，那去白条了是安怎？无啦，我著定位讲吼，人停车安怎啦？所以我买2、3盆的，你手啊吼，大盆啊等的，车都袂等的，我生意就较好做，人要人客来靠，结果煞无人客入来，真好出入。那么我讲，你的功劳。你无开过，你对我10几年啊，你含做生意，这方面的心你都无啊，要甲人做啥生意呢？那么这信徒得做有老师啊，那是忏悔忏悔啦，我唔对呀啦，哦，请你原谅我。那么我呢，我会晓来好好啊，我等下敲掉，依法敲掉，哦，所以结果就是啊，哎，生意个就好起来，这即是风水呀、啊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人生啊，伫世间无奇不有。日常生活中啊，咱嘛拄着真侪，互咱哭笑不得的代志。咱家己的环境、别人的环境、周围的环境，拢是会拄着。当然，咱万人代志，最佳的修身养性开始。那么爱一个厝的好风水，毋是讲哦，我这个厝下辈一向都是好风水安尼，这毋是好风水呢？啊，你的命都是符合这个向才会下呢，这毋是风水呢？风水日常生活，做人处事即是风水呢。咱一位信徒，伊在咧玩做面店啊，做空肉饭的就对。啊，伊诶头前呢？那么嘛是人停车停到袂落，有一工呢停车的代志啊，吼啊，互人有小可人客，甲人客中间有小可瓜葛着。那么伊就去共回失哩啦，失哩啦，就因为我的关系吼，我都惊安尼吼，我做无做安尼啦，才互你安尼歹势啦，衰啊。那么伊就为着片面即个问题啊，所以伊就伫卖物件，伊会贪啊。啊，就用喷汤甲炖嘞，用个喷汤把炖个门口，伊就想那阿人卖几百啊，啊，等下说恁喷汤倒下嘞，结果生意停。好、哦，有一天嘞，感觉奇怪那安尼哈，
啊，我走来老师啊，请侬做个茶，啊，我用个卜卦，我你门口臭烘烘，翻破，好，啊，臭烘烘嘞，嘿啥，我都为着发那情况啊听。好，这管家烫多呀嘞！啊，像我盈盈底下水埋嘞，干脆喷下倒。垃圾，咱门口环境啊，垃圾，咱百事未顺，够白听。咱个说到嘞，明天卡头前嘞，咱也甲你创一个喷档底下嘞，百事未顺。有某一间这条做食品行、食品公司真大间哦，公司伫台中车头前啊。好，有咱一个信徒啦，吼，伊这了都老大人，迄阵70外岁啊，两只脚呢，小腿拢乌乌流血水，啊，一工爱捂差不多10包卫生纸。啊，有一工呢，啊，伊就走来问老总，老总，你讲你门口啊，你徛街门口一桶这了都垃圾的喷桶，迄桶引起你的脚会啦。一边，吼、哦，伊讲吼，就是安尼哦，这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就先来。那么一转呢，你叫人关掉、用掉以后呢，滴滴好去，滴滴好去。而且我老师真啊，遐厉害，我所有药啊，我食都食不好，这就风水的问题啊。那么我那门口迄个信徒做面店啊，迄个，啊，迄个桶呢，啊，厝的人翁仔某呢。太太都安尼做，先生都唔安尼做，阿嬷仲艰苦。啊，阿嬷咧，啊太太心量就较矮，哈、啊，希望讲啊，唔爱互别人来停。翁婿，你都互大别人停，人家客嘛有时阵，我造成阿嬷气完，那就结完仇，恨。所以叫做眼中钉啊！咱一个人看了头前垃圾，看了头前，才咧无所不咧咧，还影响到咱家的风水呢。所以咱厝前啊，摒好清气啊，即是风水。咱厝前乌乱坑啊，咱一眼啊，目睭咧失神啊，吼，都转入咱脑海来，造成一种熏。若是咱头前咧，我坑一个医条，讲无爱风出入。马上停车来，那么人甲你压掉你就晕啊，甲人拍不服。人看到人好嘛，气讲你这个人这么道德，这么理。你的门口是大家共同用的，店门口是大家共同的路，你为什么创这路吧？大家晕到嘞。那么你是安尼家边啊？晕到嘞。所以造成人世间的仇与恨呢？人世间的冤仇甲恨呢，足侪冤仇是安尼结来的。老祖宗从安尼开始，人是活的，物件是死的。活人叫死物件小创治啊，是划不来啊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风水并无离开伫天南地北，风水伫咱生活之中，伫咱每一工生活的环境内底，拢会发生着。咱常常伫街路看，吼、哦，真侪人诶门口，灯架阿哩不达，你用好了对边啊，还是恁厝边头尾，你好了，甲注意甲伊即口罩人诶生活品质、心境，伊所结交诶朋友，你会通了解，差不多会通了解伊诶人啊。所以咱若看了厝边头尾咧，伊即个心境诶。自私诶，干咧想要骗人，无要互骗人咧。咱人咧斗阵，咱都爱考虑啊，因为咱无本钱甲人计较。好、哦，所以咱无意中所犯着遮诶恶业啊、恶因啊，咱紧诶改善。那么改善以后咧，咱爱忏悔，咱厝有财神有拜神，咱甲啊观世音菩萨啊、地阿公啊、因主公、妈祖婆。哦，王爷讲，啊，土地公，我地主啊，过去毋知，好、哦，我门口咧，拢当着一撮遮，好、哦，我有侵占大众的公共，即、这个财产利益的嫌疑啊，我过去毋知无用，我即马甲你忏悔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一定袂阁犯，我相信你的业障衰。
啊，你现在，咱人家说哈，咱若厝在祖先的拜祖先，伊啊，历代祖先啊，我无要人，我店面吼，我拢毋对去啊，我较早拢自私心伤重，吼，我安做毋对去，你毋好对我安尼哦，吼，我即款清治啊，咱爱接受大众，咱门口拢是有福的人，吼，恁毋好对我安尼，我毋对啊，我甲祖先忏悔。请您原谅我，我达准备去做呢，请您唔好对我呢，哈、哦！咱安尼个忏悔者，我相信呢业会消，这是上好的消灾解厄方法。所以消灾解厄得反省忏悔，然后去做，做工卖过犯着遮错哦。那安尼来咧，咱人会真快乐哦，咱整个。自去以后，咱事业也非常的顺利，各位不妨印证看下咧。各位是方神地识，哈，咱人伫世间啊，毋通建立一个眼中钉。若是咱建立一个眼中钉，对咱是非常的不利。那么眼中钉呢，在咱生活中啊，常常会犯着，就是风水的问题。啊，真济咱的信徒来问我老师啊，我店面的风水毋知好无？你看我店面风水哪只歹？这拢有原因。这个风水呢，毋是讲我坐什么向，我排伫两边，排伫好边。好，我什么命？我爱倒位坐伫倒位，我九宫坐伫个倒位，我爱安神。这毋是完全的风水，风水上重要伫咱的目睭、甲耳孔啊。好，咱的目睭所看的，哦，咱的心安，风水就好。咱目睭所看的，未舒服，风水就歹啊。风是啥？啥水？水就有形的物件，水。啊，无形的物件是啥？咱看着，咱经过咱的头壳来，就是水。比如咱店面呢，早间的人，大家规路呢，拢起落打通起落，干那咱兜呢，起落加早起来，唔爱风出入，这风水就歹啊，风水一定歹。是安怎？你起落出去，香，那炸出来香槟呢？风沙都更厉害。这边风沙，这边风沙，对流的风沙。好，过来呢，咱人大家拢顺时间划过，人就歹嘴都念一下，三字经都念一下，咱就衰一下。啊，好，咱记着，咱就衰掉嘞，这都风水嘛。当然啦、啊，咱的能力是我的，但是站在法律来讲，一半我的，一半政府的。但是我的是要提供出来，大家供给行的。那么我为什么都要围起来？你要弄围起来就算了，咱家的就好围起来了，无道理啊！好、啊，所以因为有人安尼咧结冤仇啊，结冤仇，咱的信徒咧啊，伊就围。落架甲围出来，围出来咧，啊，那么咱人围起来就保护啊，家己要保护啊，出面头尾就足无力，我几十间厝都通啊，是啊，你甲围起来，有我的厝我围起来，你对安怎？结冤仇、相拍、相台，囝的命收去啊，会好无？袂好啊，所以咱人拢是有缘才会来斗阵，有因才会来斗阵，啊，会出面头尾。可能过去生嘛是共一口罩的人，那么为何呢？为着自己啊来结着冤仇呢？后人呢？咱的门口，哦，咱的门口呢？咱都不管事啊，好，咱都连那砍掉呢，连那都砍掉呢，砍掉当然是好啦，连那是卡锁，卡锁，哈，卡锁呢？这那是的尴尬。吼、哦，这犯罪会卡锁着，咱袂堪要皇宫两句歹听的话，吼、哦，咱袂堪要互人无方便，咱若无方便，互摄多人结冤仇啊！咱认定啊，为咱做生意，
无毋对，我爱定定，我做成是我的权利，我的权利，我家己的土地，我家己厝内底，我会使的。咱无反对，咱嘛无权利嘞。来讲，大家讲这个，恁的娘家做生意，啊，恁的娘家做生意是应大家方便，非常的好。但是呢，咱毋通拢叫回家白去，啊，留一片红出入，这是上好。共同的赞叹祝福，你就是会趁钱。若是咱啊，为了我家己的方式一点呢，确实的，人无讲心内甲你想嘞，咱都。哎，运无啥偌好啊咧！好，我看真济真济真济。啊，所以啊，咱大家咧风水啊，咱爱重视。风水在咱的日常生活之中，咱人一个环境之中啊，咱嘛爱来做一大家共同方便者为风水，啊，共同方便者为功德。咱若是造成共同未方便者。咱就失德了。人伫世间要成功立德是无简单，但是要失德是足紧足紧的啦。咱人伫世间要结一个善缘无简单，要结一个恶缘啦，结一个冤仇咧真简单。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啊，究竟要创啥呢？咱要来生结一个好善缘，继续一个好善缘。那么，咱弘扬这个风水的妙法，要以这个王禅老祖、贵国先师开始啊，一直要用这个风水的妙法啊，加国的解释，让咱了解风水不在于咱的看风水，不在于咱祖先的坟墓，风水在于咱日常生活之中啊。外面的亲戚朋友，内底的爸囝、母囝、兄弟姊妹，咱真正咧，因为厝内底的环境，咱乌乱蛋，大家含要一个路咧，未好势，所以咱风水的气流都未好势啊。囡仔、阿母为着这个路，咱的气流未好势，动线不好了，造成咧阿母烧上去。爸囝生气，母囝生气，翁仔某啊，是兄弟姊妹生气，结着冤仇啊！这是足侪足侪嘛，是甲风水有关。那么风水有关呢，毋是咱所讲啊，我这什么祥，这个气在旺，气在哪里，也不是这样，完全是安尼。气在咱一个人诶目睭所看的，耳仔所听的，所感觉来会造成诶。所以，咱弘扬风水的妙法啊，咱是要来化解咱人的世间人世间的冤仇啊。希望各位，咱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啊，一言一行，每一个物件，咱的所看的物件，莫影响到周围人的环境，影响到别人的方便的事啊。即是上好的风水，咱若真真好的风水啊！我相信呢，咱社会的祥和，咱需要趁钱，家内平安，一家会当圆满幸福。今日直接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遂。